等等。我来讲哦，我花的物件也无啊，我死我。好，紧就好啊，我袂爱啰嗦，好，快就好了。来，过来要吃啥？过来，人家要吃啥？来，料理虾啊，搁拢起来，我陪我吧。好，我处理，果冻要吃吧，你介意哦？有人要吃虾啊，讲的无？一人加二十条装的，唔免三百，唔免以后我头前要加钱啊！一百块落，一百块落啊！二十条啊，一百落啊，一百块，二十条一百块落，一百块，二十条一百块落啊！要求各个给包一份起来落。过来，你要吃啥 ？Hello。我要果冻一百。过来，你要吃啥？我要果冻一百。来，派来果冻一百两份啦。来，过来，要吃啥？来，我来讲吼。我可以买两片牛肉。两片鸡肉肉啊，五百两片鸡肉。我见大你做你开，无代志做你开。鸡两片包过了啊，大大四百块四百块，谢谢啊，感谢你，十六包了。有人要食这烧的饭无？我无爱卖烧，新的炸火烧。不客气，我要卖烧，我要卖。你这新条，我来卖烧，这要多少我来卖烧。本来要食这黄金烧的饭哦，三百了，三百块了，一条、三百、两条、三条、四条，这退兵了，当只五条、六条、七条、八条、七十条了，卖你三百，我还讲一条赚三十，你也卖唔完。来，这五条搁上面来三百了，包括多少钱？这大概你抢的面啊，吼，金龙三十，来五六七八，来九十，才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来。这把台南的乡亲哦，一家搞定四千块，现金四千嘛。来，你买袂过一百块试食，我卖无啊，我也卖袂了。一百块做咩啊？一百块。我一个人的啊。一百块咯，一百块。一百了啊！我卖过你一百块试食，我都无啊，我卖袂。不要再试了，谢谢，这两条我下先，那个无啊。过来要吃啥？这些是啥物物件？哎。啥物大？鱼大无准白大尔，即摆鱼大拢无，哦，你也茫讲啊。啊，还过来要来啥？啊，先过来要卖啥？来，即摆拢有我好啊。卖管啥物啊，通拢来啊，一步一步来啊。但卖袂掉，我好我条，好无？像只只只哦，我也袂掉啊。啊，即拢做好食的产品，我拢袂做济的产品啊。这鸡腿全，这台用煎的，用烘的，用煎的，拢会搭。来，想要食鸡腿，各位人客，煎切的外酥内嫩，规拢汤汁，先鸡先盐，200块，这两条搁送，这两条，这条搁来，200块好。来，各位人要食鸡腿全无？200，两条好无？三条、四条、五条，这七条卖你200买袂着，这三条搁送，来200，搁一个人客啥物食？鸡腿全200块好啊。100块啊，试食看卖，100块了。100块啊，100块。老妹。100块试食看卖，无要紧，100块。100块，先试食无要紧，好食你另加去买过。100块。100过来啊无，最后两个买买啊无。好食。最后一个100无无啊。最后一个100，我来拜托我无，我来拜托一下。拜我留只五条，拜托个，100。100上面写100块，最好这100上面100块，好的，谢谢大哥。我都好拢给我都给我尽量给，我给了没有关系。哎，大我给人来摸啦，哎，拍你你过来摸啦，哦，摸起来痛，那你下楼啊，下楼，下楼我给人来处理了，哎，过来你摸，拍你过啊。不然要吃这桂皮包无？这包一片，这怎么退兵出卖拢做好吃？这我要求咱咧退兵做恁半二啊块，二啊块加二啊块咧。我招两个人去搞，要唔要500？免400，300上面吃300块，300了好嘛？这包搁送你300，敢不？我办太晚了。讲真正，你好，我无咱唔好啦。先给钱，再全部卖咧。讲我哩，一个买两个，300块上面吃300块，300了，300块钱了也得。派来你去啊！派来，啊，伊也莫名其妙。来，好，等下你卖用，你甲这个物件起，你要薪水吧？有吧？你安尼下落啊，切切个，切切个，迄顶外迄油棒啊，油棒啊，这啥物？来，有人要食鸭肝无？鸭肝啊，这做好起来哦，吼，这个非常好吃。来，切切个了，没关系，无安怎？油棒啊吼，增加所在拢有，要无啥吼，来，
这迄个鸭肝，这用个小料做只，这大包装的哦，吼，这大包装的，这外口一包上到要百八哦，吼，百八加百八偌济。你同个用个小要求入面，要求头，我招三个人拢无来啊。三个加一第四个，你卖听无？一百了，来一百块了，一百块上面吃一百块，啊，你比啥？一百有人要吃无？一百块，包括一百。一百块有人要吃啊？你只大包两包，一百块，一百了，一百块，一百块了。那无啊？啊，像这包火车上面啊，还有吗？而且我是幺五，我是幺五，你个旁边。大人要吃鳕鱼，蒜泥糕人要吃。鳕鱼有人要吃哦，当拢人老的要来捡你啊，无啊注意者。他那边啊，公路啊。有啊。有人要吃鳕鱼的无？三百块人要吃，三百块鳕鱼三百。今天拿走来，你无代志做我吗？无啊，那弟弟也超过你，因迄个阿爸爸，还是小阿公，因阿公伫遐咧卖鸭货，伊我感觉遐，哦，然后你若要食鸭货，要买一斤鸭货吃好食，而且咧大队左手边鸭货，哎。伊就是拢叫因这个孙仔来遮看，看看，因过来讲三年过，因咧鸭花全部拢用花，像我咧用花咧，哦，伊鸭花伊过来拢用花咧，哦，伊讲伊讲我咧卡青白来用花咧，好啊，哦，迄个麻辣鸭血啦，伊咧卖麻辣鸭血，伊个鸟你知啊，哦，过去三年的时间伊要用花，全台真第一大麻辣鸭血用花，哦，啊，老师哥过来看卖者，来，要食蒜泥的人去，免就先就八百、九五百、三百，人要食话三百块。我卖恁三百了，这一斤卖三百，我若卖恁三百，你著去菜市啊买了，你来我这要创啊？这鱼啊嘛入口即化，这正鲜鲜咯，才阁送的，才好哩。听好啊，钱起啊紧来啊，啊饼要行甲袂好行，五个饼钱第六个你卖饼，送先加钱先行，200块落来200块，鲜鲜咯，鲜鲜咯，200落啊。这咪鱿鱼哦，这是扁鳕哦，200块，这可能只拢卖300，无甲你好难鱼哦。好，我这阵刚刚是出来猛做尔，我那个饼烧袂好烧，互恁捡捡熟啊。啊，最后200怎么吃？你无得要拼，要拼了我来互恁去啊！200块啥物食蒜鱼啊？最后两个啥物食？头前。最后一个啥物也无。我来讲哦，我拣200，你就去买个啦。我讲老礼拜恁听咧，人也来，恁买200，你甲我拜托我，我无要卖你个啦。啊，300就抢了，你又搁有当我恁买200，无甲恁骗个啦，真正拢了恁个啦。一斤蒜鱼啊，100块是买对买扁蒜，鱿鱼你都买无，莫讲蒜鱼扁蒜。来，起起啊！啥物啊？100落啊，这100块，后壁个无？100落啊，收钱啊，收钱啊，好啦。来。后壁确定个有哦，你无钱收钱后壁无啊？是的。有无？系啊。真的。来开钱啊！等下收钱啦。100，猛买猛吃啊！100几个，好贵。100块有人要来无？有来啊，有来收啊。我搁加100，来这边加100。谢谢阿大。来收个。大哥，你要吃啥？叫我请个白白好无？有人要吃飞机丸无？这一斤我要偌济？100。三个人就搞咩了？这拢我哩啊，全部飞机全部起来用，我三个客人要钱，先给钱的先给啊，100了，来100块上面吃，100块，100上面吃飞机丸，100块了，来100上面吃飞机丸了，100块了，100块，100了，这连这都要叫我了钱未啊？我这要啊，100了，这我吃啊，出汤了，包过来，来要啊，包过来，连这都袂出去啊，这袂出去，咩都好了，100最后这上面，谢谢大哥，啊。过来要吃啥？刚才我今日给你安排了你老婆阿弟的哈。过来要吃啥？这是什么呀？我说啥？几包？一包啊？我来炸黑啊！来炸那个啊！这什么？我来要吃港式凤爪吧。港式凤爪，这做好吃啊！这冲上来，冲上来哦！
要吃这套拢会当，这是包括我行情百三、百三加百三或者，我卖你两百了，来两百块港式凤爪，这两包单送给你吃，两百块上面啊，港式凤爪两百了，两百块，两百块了，行，要不要啊？两百了，包括新的，再来要吃啥？来，火锅鸡我卖袂掉，你想啊？你都袂叫你要不要炒鱼？我来炒鱼。有人要吃鱼翅鸡无？这鱼翅鸡当然用我手，有够好吃，好吃吼！用我手落去，伊这工厂来煮啊，做好吃。这一包我煮了三五啦吼，三五加三五偌济？我免七百，免五百，我卖你三百块落啊，一包就百五。啊，你搞买三百，我这包苦菜面、鱼味料全卖面，搁送给你吃。三百一个包，等于三百块落啊。来三百块落。好，一个。三百落，哦，三百块。来三百，三百够人要阿来无？拢有啊吼，谢谢。啊，我剩一包几包鱼味料全我卖卖。啊！恁无买着，人家你甲试一包鱼肉肉串，啊，这嘛真好吃吼！来，五个人加甲我买落啊，唔买买过，咱拢先试吃。你若买好吃，另工来啊买啊坐落啊，一百三要吃一百块，来一百块吼，你甲倒去吃看嘛，这锅烧味真好吃，一百块落啊，汤头搁袂歹，一百落啊，一百块，一百落，一百块落，一百块落，一百块落，一百落，真落啊，一百落，最后就这种三百块。我们尽量做一款油袋，九十九块点九，九十九点九要要下啊！我差一块，那我就对啊。过来要吃啥？过来要吃啥？人家讲过来要吃啥？啊？铁路不贵了，我帮买了。牛肉嘛贵了，我帮买了，做一盖，拢来啊。我比较比较，不要就是那边要不掉，哎，一个好比较。